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，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。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，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。有 GU 标志，用来坐上就安心啲。就算有 GU 标志，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。机电工程署话你知，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。